you're addictive. Poison is dragging me down. Trying to swim out, I'm stuck, you're watching me drown. Lying away, the colors don't fade. From the tears on my face, I've let you slip away. I can kiss whoever, I'm wearing the crown. Time to get out, my love, don't want you, cause now I'm high and lost in.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比赛。在双方握手致意后，今天的比赛即将拉开帷幕。我是王涛，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英俊潇洒、帅气无敌、只比我丑那么一点点的苗坤和我一同来解说。帅气的王涛老师，你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评论席啊。哎，涛哥，你别化妆了，别补妆了，没用啊。他们进球了。这是个梦幻的开局，不过还不能高兴得太早，比赛还很长。技惊四座的头球太轻松了，这球顶得很充分，能够将球顶到想要的位置。要论空中能力，他可是当仁不让。AC 米兰势头很猛，现在一球领先。这么早进球，对于球员的心态和自信心。迭戈科斯塔不靠颜值，只靠实力，进得精彩。2-0，他们已经开启屠杀模式。迅速、精准、致命，胜负就在几秒之间。迅速、果断、精准，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真是百看不厌。AC 米兰已经两球领先，对他们而言，比赛将变得轻松很多。这第二个进球会让双方的心态出现两极分化，落后的一方会压力剧增，而领先的一方凭借心理优势，很有可能会再下一城。应该知道这种传球是在浪费生命啊！将球送到前场。克隆德利直接长传，球在马赫雷斯脚下，马赫雷斯识破了越位的陷阱，能否把握住机会？他们太狂暴了，太容易了，差距就快大得追不上了。这球怎么样呢？禁区里有这么多时间，进球当然就不是问题了。后卫对这次危机全然不觉，这是集体的迷失。他在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现在他的目标是帽子戏法。打入三球而一球未丢，真是摧枯拉朽一般啊！长传寻找机会，想要穿透防线，球来到了侧翼。克隆德利。萨拉赫，球来到了左侧，马赫雷斯飞身跃起，干净的解围，看谁能得到皮球。球打到中路，他及时的将球破坏掉。向外找到侧翼，科瓦西奇。究竟谁能抢到球呢？马赫雷斯，
马克雷斯略带责难的眼神说明了一切啊，想法并不是不好。要到前场，漂亮的直塞球，鲁伊斯将球塞过去，非常准确，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这是中场休息的哨啊，看起来比赛胜负已分，凭借毫不留情的进球效率来执行比赛战术，能让你立于不败之地。这场比赛实在是非常的精彩。 AC 米兰牢牢地控制了局面，三球领先，而且游刃有余。球转移到了右侧，马克雷斯漂亮的抢断，直接长传，梅托洛传球，球在迭戈科斯塔脚下，他没有越位，直接射门，成功了。结果无疑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就看能进多少个球了。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不进啊就必须得回去写检讨了。我觉得啊，这不但是个好进球，还是个漂亮的团队配合。不是狂奔半场或者连过五人进球才算精彩啊，这一传一射也毫不逊色。他打进了自己的第三个进球，他可以把本场比赛的用球带回去做纪念了。这是我近来看到的最佳表现了，他的动作非常敏捷，对方根本不知道怎么防他。 AC 米兰完全是在刷数据。迭戈科斯塔这球传得不够好，这球传球的力道不够，让对手很轻易的就接到了球。帕雷霍，卡拉斯科，卡拉斯科前面非常开阔，及时的抢断，都在萨拉赫脚下，试图直塞，维托洛非常犀利的盘带，维托洛一记传中，下次传中前他需要先好好估算一下距离啊，究竟谁能抢到球呢？罗伊斯试图长传寻找队友，斯科巧妙的传球，罗伊斯这个进球又要俘获多少少女的心呢？太完美了！中场犯错就被迅速打了个反击，防守还没到位，球已经进了球网。他们为这次教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梅托洛躲在萨拉赫脚下，迭戈科斯塔送出直塞，质量怎么样？绝佳的进球，这球太酷了，打的位置非常专业，这才叫射门嘛，直飞死角，他本能的知道球该往哪里踢，毫不犹豫一记漂亮的射门。 AC 米兰再次攻破对手的城池，可以说是毫不留情。漂亮的直塞球，沃尔森将球传到禁区里，他在跟队友道歉，传球确实需要传得再好一点，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迭戈科斯塔，萨拉赫，萨拉赫将球扑中，惊人的反应速度，这种射门是难不倒门将的。跳起头球，再差一点的话要变成篮球比赛了。他秀了秀自己的真本事，他这场比赛的表现可真是赏心悦目，是吧？这球也射得不算太离谱。暂停补时时间已到，裁判的哨声响起， AC 米兰轻松取胜，无解的表现完全一边倒啊。好了好了，苗指导不要再扫地了啊，起来啊，能否做